这东西大概没有说谁先谁后了，好，有些就是他有一个新的政策的构想，那都可以提出来。但是指挥中心也不会说大家提出一个政策构想，我们就照单全收，还是要经过专家大家做一个全面性的讨论。指挥中心就要顾虑到全面性的一个效应，然后那地方可能会根据地方的需要提出他政策的需要，那我们都要评估过。那有没有讨论过快筛两次都是阳性，考虑规划视同确诊？谢谢。这也不是不行嘛，哈，就是大家就是一个阳性的预测率嘛，好，那这里面我们想想看，大家有讲说哦，北线就是哈，本来在谈说北线就是哦，新北市它的阳测就是那种相符度有97%，只有3%，那时候大家以前在想说，那是不是有新北市，哦，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好，阳性预测率特别高的，那就来新北市先做。可是大家想看，如果新北市那时候先做，我们不做全盘的考虑，那其他外县市都跑到新北市来了，那本来最忙的地方又加重了负担哦，等等的。所以我一再强调，整体的政策，地方当然有些政策的建议，我们绝对会参考，但是中央要考虑到是全台湾、全国的一个事务，怎么样才能够平衡啊，这是我们在思考的事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